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是我们台湾时间的9月11号凌晨的1点25分。那我们今天的 CO1 四强战，来到了第三盘。我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，而且明天要上班上课，所以感谢你们支持哦。如果真的累了，要赶快去睡觉哦。那老婆生气了哦，要赶快去灭火。但是只有一个人是没办法离开的，那就是我。那第三盘是师弟哦。玛丽打保加利亚，又是保加，又是道特的保加。玛丽飞刀女猎手是无情 counter 保加利亚哦，无情哦。保加利亚很怕飞刀女猎手，这一盘根本不用玩，你只能靠银垒或马攻才能打玛丽的飞刀女猎手。但是这一盘玛丽前期，我觉得应该会比道特的保加烂，所以封建决战吧。谢谢主播，我不敢结婚了。明天我要礼拜一，通常我都比较忙一点，然后明天等上班时间，大家车子来来往往结束之后，9点再出门吧，8点半再出门，把车放在那里之后，然后做一点事。明天下午还要开会，所以说我吃饭呢还要1点前回来，然后开完会不知道几点。然后再带我老婆出去，然后又要到大家下班时间的时候回来，不然就是要等到大家回到家7、8点的时候我再回来，然后就是播比赛。那明天是冠军战跟季电赛嘛，礼拜一应该也会蛮多人来看的，因为毕竟是冠军战。好，不是这样。然后礼拜二呢，那个 T90 的铂金联赛呢又有比赛。那个比赛我是希望有选手跟我一起播的，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在打那个联赛，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一起讲解的这部分，然后来让就是我们选手知道说，高手在打什么东西，因为他们是黄金等级的嘛，他们是白银黄金啊，我们接下来是铂金，然后又有 Viper，又有 Leery，啊又有那个 Hera。他们又要再分出胜负了。YO，Sayonara 了。不过这个马死了好像又还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道和根本不会打别的啊，他就要打装甲兵啊，对不对？你好像又还好，好像还好。所以你们现在是有一团是在陪微微玩就对了。我看一下。所以今天是你们有在玩就对了，看一下啊，你们有赢吗？上次痛哥说要代飞会员，结果呢不点支部嘛？那请问今天痛哥有不点支部吗？他有代飞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有干，他现在在开直播现在有 Lobo、Demon、痛哥、微微、小福儿、微风哦，你们这一团是什么？响六战队是不是？你们老板是微微，这样子，好，了解，收到。对啦，DC 每个月都有在付钱的，多加利用这个资源啊。
好像在 DC 里面公开玩会被人家怎么样？会吗？有人会欺负你们吗？新手会欺负吗？难道有杨教练吗？有的话要跟我诉我啊，有的话要告诉我啊，要告诉我啊，我要代表我们这个微微或是痛哥付个真正的教练费给人家。现在玛丽射箭场开局，前面会比较被动一点。那虽然 YO 肉马死掉了，但是保加利亚就是那101套战术，就是装甲步兵在这个局里面。啊 ，YO 这样子直接这样子打，来看一下这一波哦，四支装甲。哦，痛哥三胜两败，那这样子我觉得哈，严格说好像算及格哦。哇，那微微有说好帅吗？哇，痛哥好帅啊，戴飞耶！世纪帝国越来越好玩了，有吗？有讲这个吗？没有。欸 ，YO 这样子直接拉村民上去打、欸，死三村欸！我刚才吹他一个飞刀女猎手，你不要给我这样子死好不好？欸 ，YO 剩下18村，再一村，我哭！哎呀，这村民没死，再一下本来要死的。哇，这四村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了。这四村 ，YO 怎么打回来？双靶场啊，双靶场。我突然想到，上次 YO 在这个保加利亚这张图，他打了一个直城嘛，你们记得吗？他直接吃了什么什么？那个什么什么豹子星哦，还是什么的，就是打了一个直城嘛。20年前赞助，结果被 Viper 惩罚一波。他也算是非常了解保加利亚这个文明。结果呢，他这样子前面死四村，好像没有维加的能力了，是不是？现在 YO Viper 刚刚那样子的维加他不行。他直接拉村民上来打那四只装甲，头破血流啊！我找不到别的形容词，就是头破血流，没了。然后杀到四个人有优势之后，开始也上墙。你现在因为保加利亚不愿意转射箭场，打毛兵解小攻，因为他要直上城堡出骑士。所以他非常不愿意转射箭场，所以这里打了一手之后，马上鬼转十强开尾。但是这里来得及吗？倒梯！哦，倒梯！我靠！倒梯有料哦！刀体鱼吃一吃，上城堡。玛丽这里来得及吗？等一下，那个一防二防骑士直接干进来。你还没上城，没有骆驼，你就拜拜。好强啊，道特杀五村了。现在是不是节奏不太妙啊 ？YO， 你们这样一来，一人一分，一人一分。等一下，我老婆真的会发飙哦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欲擒故纵。空哥对他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，不错，这个是很值得嘉许。但是真的啦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努力总比没努力好。这一波我挺痛哥，
我听痛哥，加油！玉米须男孩 ，Mr. 痛，玉米须男孩 ，Mr. 痛，加油！现在这里是已经点城堡了，点品种了，连这个都不点。他现在叫做玉米须男孩啦，他那个发型是以前那个黑老大时期，我爱棒棒糖时期的。玉琴晚安，晚上好。哇，很久没出现哦，最近跑去哪里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YO 也来个十强了，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因为你晚上来太多，一定要。一定要引磊推，引磊推，插在这个射箭场这里，哇哇！这边压下来 ，YO 难受，但是 YO 这的公兵很多，骑士目前我看起来暂时解不掉。嗯，好像还有哦。Mr. 又五人挖石，但是离城堡很远，而且他总不能不开 TC。离这个打保加利亚的完美配兵就是飞刀女猎手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啊。那你现在出骆驼其实也很大的问题哦，玛丽人就是呢，银磊怕银磊那个骆驼怕射，银磊会直接射掉你骆驼。到特 YO 谁会赢？玉米须男孩啊，对啊 ，YO 啊。下次我有跟微微说啦，我还没跟痛哥说，我想说等我有时间打个变态电脑，我知道就找他们两个。封面就是我跟微微还有痛哥，然后那个名称就叫做世纪女神，然后中间一个小小的 X， 然后加玉米须男孩，就是他们两位是我会员也是来宾这样，然后打变态电脑，然后做封面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玉婷，感谢你哦！你每一场直播都有看，只是没有说话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收到了，收到了。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爷爷太想要打银磊推，但是被建筑学挡住。YO 防御好猛、哦，他的建筑学真的是跟鬼一样，他这个银磊没办法起来了，而且有工兵在这里，刚好就站在这。但是 YO 输了好多村民呢。Dot 只闲置41秒。Dot 只闲置41秒。YO 在这边偷偷的开 TC， 会不会被惩罚到啊？这里有修道院，但是僧侣一只而已。这里赶快往回拉，上这个木墙。紧张咯 ，YO，YO 这里只能僧侣防守。哇靠！这保加利亚流星锤是怎样？叛变的太快了吧！妈的，有内鬼！哇，这边不妙，这边不妙，这边一吹就不见。这边银磊低调改 BK。哇，保加利亚这里还送一支步兵呢，好亏哦。也等于说你遭到保加利亚骑兵，等于说你是直接遭到两支单位，超爽。这个银磊插在这里，想再吃鱼，有田吗？
爷爷没有填，那你后面会出事哦。这里小公上来带僧侣，这个引垒会爷爷引垒哦。爷爷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你这好危险哦。你有二房。僧侣吹，倒走，卡在这个牧区，再上来。爷爷，你这一波会输啦！哎呦，你怎么会这样子打、啊？你可以在这里引垒就好，吃这里鱼就好啦。哎呀，送头了，送头了！爷爷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在那边搞这种。哇，这个很糟糕，这个引垒被拖到很多时间。YO 这里站稳。然后赢那个保加利亚骑兵完全没屁用，再一只自低了，哇哇自低，哎，这个流星锤完全不及格，零分，零分，哇，这个流星锤我看了我头很痛，零分，哇，这没救，这没救。宁可不出农经济，也不要出这个给人家吹。哇靠，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这里又一个 DOT 银雷，然后 YO 没事，而且他只用僧侣守住。我靠，这样也能输哦？DOT 这样能输？哇，你现在经济有赢吗？你没有填呢、欸。吃鱼吃的很领先很多，但你一片田都没，现在才开始。你这个再打下去 ，YO 会翻盘哦。哎、欸，这个就是我说的，所以说你说 DOT 强不强？强的时候很强，弱的时候又很奇怪了。现在是飞到女对手出来了，完蛋。这个东西呢，天克马国，步兵国。步兵马国这种的通吃，哇哟！这里飞刀女乐手出来，我现在想想保加利亚要怎么办？我说真的不知道，因为你如果现在出马弓的话，保加利亚马弓有很强吗？也没有，你只能用银雷手、飞刀女猎手。那这东西很恶心的点是。你这里还好是十强，不然他这个弄这个城门啊什么的，很快就被他挥掉。爷爷还想插这个地方？哇，这个是当 YO 是塑胶做的。女猎手这边被欺负一波，大骑士打女生。这边直接这样子干这种疯狂事，这次盖得起来吗？哇，双管齐下，夹心饼干，爷爷来一手双管齐下，夹这里十二村，但是。但是你被踹下床了，左边你被踹下去了。他妈的死变态，还想这样子夹我一波！先把左边踹下去，村民赶快跑，紧急逃生门。哎、欸，谁知道 DOT 这一波在想什么？哎、欸，他的玩法怎么可以这么塞尔维亚布丁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没在管呢、欸。有就有哎、欸，没有就是哎、欸，没关系，他输了。好可怕的打法，点二级射，村民数是有领先的。他也不想转兵，保加利亚也不想转兵，遇到飞刀女猎手不想转兵。但是 YO 点帝王，他的兵没什么出，这样子点帝王。我这盘女猎手。
女猎手，这个银垒确实是有点痛啦，因为这个 TC 有被弄到了，但这个银垒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。他想打一波，正常来说会被骗到，因为说你左边也要守，右边也要守，就很急嘛。万一真的两边都给他盖起来，那真的是夹心饼干，那 Y 有可能就要输了，因为这刚刚里面有十几村嘛。但现在 YO 点地之后，哇，这里要直接打飞到女猎手。我说真的，这里如果 DOT 要赢，他不能走骑士，转手马弓吧，转手马弓吧，转手银冠什么肉马开多线之类的，两种选择嘛。你现在 DOT 没有任何机，欸，他有两二级射，欸，其实要转马弓好像也可以。不知道 Y O 不知道那个道头怎么想，走银冠肉马，不要龙骑士了，不要那个保加利亚流星锤，没用，这一场没用。看似要银冠肉马啊，这个农田够，还是马弓？道头怎么选？这边 YO 再开一个 TC， 这里一个宝夹住，这里拆银雷，这边有一个宝，但 YO 的经济确实有被插到，农田只有13片，做得非常的差。这边保加利亚已经有5个 TC， 哦，这盘道特还是能赢吗？但女猎手走出来 counter 了，哦，这里。爷爷多少有点不尊重，他那个银垒真的是有点不尊重。哎，他开始乱串起来喽，开始白目起来喽。流星锤上来，爷爷不用露马，我靠，哇靠，他有这个。但是没围到。打的收得掉吗？收得掉吗？哇，流星锤！可以，没有，还是没有，差了一点，还有两只僵尸步兵，死了再起。哎，换掉其实蛮多的。哦，那好像有钱可以打流星锤哦。反正现在道塔好像蛮肥的嘛。三防流星锤，三防流星锤点精锐，打一个没精锐的飞刀女猎手，没飞刀女猎手不行。爷爷这盘再赢一盘吗？靠，什么时候会赢？谁是冠军战？谁？这个三防。哇，罕见登场哦！流星锤罕见登场，飞刀女猎手其实最近很常出现了，但是流星锤是真的很少。动作是必须一样的，拜托。我在专业模仿的，你在那边。我刚是这么想的啦，我想说银冠肉马加上这个工程器，不要让飞刀女猎手成型。但是 DOT 选择来一手流星锤的话，你们知道飞刀女猎手最怕什么？怕投石车，中投。那保加利亚的工程器升级造价有便宜，其实 DOT 也能来一手投车。其实这里保加利亚配兵可以有很多种配。哎呀，这里失误啊 ！YO 直接走出来，被锤死，但是被招走两只流星锤。这边 YO 祭出神旅去做 counter。
哎呦，通通被吹走哦。是不是又要转回肉马了啊，兄弟？那个声音敲得很清脆啊！完蛋啦，流星锤被招招走啊！完蛋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打了吗？你没有肉马？完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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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死人！只能这样子往后拉。精锐飞刀女猎手。哦哦，道德出一点问题哦。快两点了，但没办法啦。我现在只能祈祷他们哪一个人赶快先赢四盘。欸，我怎么感觉道特要输啊？欸，我刚刚有讲哦，飞亚女猎手那样成型，你会撒尤娜拉哦。保加利亚除了工程器那个投石车以外，你解不了任何东西。但是现在僧侣也出来了，那你就真的投石车也没用了，倒大霉了。而且他等一下真的肥起来，他还有重装骆驼欸。你先想一下保加利亚怎么打重装骆驼加这个飞亚女猎手，我问你们。你们聊天室，你想一下，保加利亚，请问有什么东西可以打那个骆驼加飞刀女的手？流星锤本来就不抗吹啦。哇，好烂的兵啊，不是。他义无故，他这什么义无故反的什么样？点精锐保加利亚骑兵精锐。你就不要等一下真的都被吹走，会很尴尬。那边飞刀女猎手满机体，来看一下这里，两边精锐。哦呦，哦呦，谁会赢？哦呦，好惨哦，但是打得也好痛哦。那个流星锤的攻击特效、攻击音效真的很舒压就是很像放烟火那噗噗噗噗噗噗小管的那种，春节放烟火，在门口会放那种噗噗噗噗噗。你们自己仔细听，我不讲话，你们仔细听。你们刚有听到那音效吗？怎么比喻这个音效？很像一种闷屁耶，就是可能你的屁是很大声的，但是你强制把你的屁眼塞住，可会不会是这种声音？你们知道吗？有没有科学派的实测一下？等一下开多线了。工程器的，哎呦，刚刚就跟你讲工程器加肉马，工程器加肉马，等一下打消耗流，现在才要来，啊，你肉马还是没有？他道特很有钱呢，水屁呀、啊，水屁声啊，保加利亚这里。我好像落赛这个。哇，那现在玛丽好像只能守又不能攻，开多线，左边。装甲冲车来了，
女猎手可以吗？哎呦，这里好多啊 ，Dot。哎，分数很接近哎，其实 ，YO 有四颗遗迹，经济全输还能这样子打 ？YO 你是鬼吧？你是鬼吧？你僧侣跟飞刀女猎手这盘夹得很紧啊，但是好像这个 Dot 的经济是好到不行。哦，这边有大冲车加哇，原本是预计要冲车加上肉马的啊，道场有没有点银冠啊？有吗？银冠哦，有啦有啦，有点马镫啊，加 33% 攻速，我跟你讲，你没点的保加利亚玩家，你千万别说你是 main 保加利亚，他这个银冠屌炸天的哦。天梯上面以前小黑玩保加利亚都是玩这个落马加银冠，没别的啊。如果你不知道这银冠很猛，你要记得。好啊，现在这里要正面对战了。哇靠，这一盘怎么那么，也算是蛮史诗的哦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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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来让你们听一下《世纪帝国》水屁声。哇，好爽哦！一直绕赛，一直爽哎！大排泄，哇！啊，分数这边 YO 又反超，又再反超，这边投石车在手大冲车，合理吗？经济好到不行这样子啊！这里黄金很多 ，YO。这一盘的问题是，他转不了马厩单位啊！你要有骆驼或轻骑兵什么的东西，不能一直都在守。老公，我也在吃宵夜。天使娃娃脸，你又不是我老婆，你干你假装我老婆叫我老公靠腰啊！两点了是不是？要叫我回去睡觉了？还是说，其实我在网络上有人把我当成是性幻想对象，不是吧？真的有吗？谁？有人想嘟我？有人想嘟我吗？真的假的？可以啊，来啊，怕你哦。哎，赶快啊 ，YO 骆驼啊！哎、欸，被嘟爆嘞！水屁一直放哎、欸，我靠！哦，他在说店长是不是？哦，店长是他老公哦。我怎么知道你们是怎样？干，你们又没有跟我介绍你们是什么关系？哇，那个水屁已经放五分钟了，噗噗噗噗。欸 ，YO 输给保加利亚骑兵欸，哇靠！我跟道特说声拍谁？我低估你保加利亚。哇靠，骑兵！哇靠，道特206只，209只，哇，神了！这一把道特这一把真的神了，可以让我们那么清脆的听到、清楚的听到那个水屁声。整盘保加利亚精锐配银冠，这样子敲敲到一个 YO， 整个飞刀女手出来没有前排啊，重点是他没前排啊，被冲烂，哇，好精彩这一盘。